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呢，一名骑士经过消防局前面的路口，没想到骑到一半呢，发现名女子在大马路上折返跑，差点就要撞到人。但看一段当时画面。事发新北市五股区23号下午2点多，这名骑士行经路口时，发现这名女子不断在路口折返跑，完全没有在注意后置灯。仔细看，这名女子当时所站的位置也没有斑马线，骑士行经差点就要撞上了。夸张行为让骑士傻眼，上传影片要这名女子不要在大马路上随便折返跑害别人。网友看了也觉得夸张，说这样万一发生事情的，完全不知道该算谁的。尤其这名女子完全没在看路，遇到这种行人真的会哭笑不得。